在水南路啊，这边算是北屯，就在洲际棒球场 的附近啊，路也很大条。其实这个透天哦，它可以当店面啊，它可以当店面哦、啊。那这边有盖，它算是在十四期旁边，我们那栋大楼就是在十四期。旁边的这个大楼也是以后汉神巨蛋，也会在这个区域，那这周遭的十四期的建地哈，一坪70万，70万起跳，60、70万起跳，那如果是比较靠近这边的住宅区，那会更贵，如果还有一个速地的话会更贵，因为十四期现在慢慢在发展嘛。那这边已经算是比较，我们靠近住宅区这边算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商圈跟住宅区，所以我们的生活技能反而比现在的十四期还要好。十四期大概就是洲际棒球场，以后会有汉神巨蛋，就在那个环中路旁边。那我们这里它是一间大地坪的透天，33坪，地坪有33坪，传统型的它有一个前院的车库地坪33坪，如果以土地的价值来换算，它光土地的价值就2000多万，将近3000万它的面宽大概4.5米，面宽大概4.5米。那其实门口可以停一台小车门口可以横停一台车，那车库里面又可以再多停一台里面可以停一台大车里面可以停一台比较长的大车好，我们进来，里面非常的宽敞，因为它是大地坪的透天，它的总价是2980万，客厅非常的大，有点感觉是有点类似豪宅，客厅进来是有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可以作为那个孝亲房使用这个空间很大，你可以隔一间孝亲房，或是弄一间合适非常的适合那个楼梯底下就是卫浴这间有整理过可以直接住那后面这个厨房可以做餐厅，这边可以做餐厅厨房都是为厨房都全新的樱花牌的厨具它还有一个后院就是后门这边后门可以看出去OK 好，我们去楼上看看这个楼梯还蛮宽敞的，很好走而且它这个楼梯是大理石版的楼梯非常的耐用，100年都不会坏它前后都有房间这边是它这间卫浴，它可以通到前面的房间可以做干湿分离，它还有浴缸要不然没有一个干湿分离耶，不好意思。好，如果那我们前面打开，可以看到它前面的车库，那有人会把这个车库的屋顶改材质，让它人可以走出去做成一个露台，这个露台可以做得很大，露台就可以种花种草，在二楼。像我们家那样吗？对，好，这后面还有一个大房间，房间很大，而且它也有露台，像这样的露台，前面也可以弄一个，它露台很大，还不错，那种感觉蛮舒服的，好，那我们去三楼。这一路上来好像都是大理石对啊，瓷砖都有贴，都算是旧的但是都不会坏。这是三楼就是面一样格局跟二楼差不多也是有一个干湿分离的卫浴，它还有两个门前后都可以出去
那这里它就有阳台了，前面也有一个阳台，可以弥补这个没有大露台的缺憾，但是至少它还有一个阳台，而且也不小。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哈，它那个有一个电线杆，但是它离我们这个房子的主体有一段距离，那还有它有一点类似路冲，但是有点斜啦，这个路冲有点斜，不是正路冲，看你可不可以接受，好，那我们去后面。后面也是大房间，它每一间房间都很大，大地坪就是王道。它这个三楼阳台，这算是工作阳台，就普通的 size， 就是旧的铁窗。好，那我们再去四楼看一下。哇，总共几层楼啊？四楼是顶楼。四楼，然后前面可以做，它这个是前面哈，这里可以做神明厅，很大的神明厅。当然，你如果神明厅不需要那么大，你可以隔一半，前面做神明厅，然后中间就是做储藏室，它还有洗手槽，就是这种传统的洗手槽。好，好，来看一下后面的房间。那顶楼这里四楼是没有卫浴，好，这房间超大，后面就没有阳台，窗户还蛮好看的，超大房间耶。对啊，每个房间都很大，没有小房间，抗性也不算大，当然就是那个见仁见智啊，有地点又好，然后又大地坪，对，总共四层楼，全部都是大房间，没有小房间，总共六个房间，住一大家子是没有问题，地坪又大，33坪，这样子的地点几乎是买地送屋，这地点很棒，14期旁边而已，几乎是买地送屋的这样子，您想嘛，33坪，一坪如果以这种市中心大概8-9十万，那你33坪，2000多万啦、啊，那房子呢，房子有它的价值，它房子绝对不是没价值的，你盖一间，你如果重新盖一间，这么大地坪盖起来，你至少成本是光盖房子的成本就是1000多万，不含土地的价值。那当然这一间还堪用，它有一些有整理，可以直接住，当然你的标准比较高，你可能还想要再整理更多，因为我相信有这个预算买这个房子的人，他一定有更多现金来整理这一间房子。那当然你会觉得说，那我不如买14期，6-7十平，六七十万，你可以花得下去，或许你可以重新打造一间。可是你在14期，你很难找到一间有一块地只有30-40平的大小，很多都是要么就是超级大块，要么就是超级小块，10几20平，这种刚刚好的30几平的，真的不常见，不常见，深度又够深，可以让你做孝心房，然后又可以停2台车，几乎大缺点是没有，真的要挑它的缺点就是前面这个电线杆，但是它离房子还是有一小段距离，然后还有那个斜斜的路冲这样子，希望你可以接受，2980行情，那当然这附近的华夏，现在已经新的大概2000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啦，如果因为这就有六大房，它不是有的没的那么大大小小加起来6个房间，是6间超大的房间，每一间都可以再隔套房，如果你愿意再做新的卫浴的话，都再做一间厕所，都还有余裕，OK， 好，大概是这样。那如果你有兴趣，赶快跟我联络。
0989905453，可以加LINE或者是电话直接打电话给我，谢谢你，谢谢，拜拜。